洛江镇万寿路已经进行了古水港汰换工程，造成规条路的路面是坎坎曲曲，影响到用路人的安全。在接到民众的订正了后，里长甲代表是邀请镇长到现场会勘，希望公所会当协助尽速改善。洛江万寿路是镇内交通要道，平时车流量真大。日前进行两股水管汰换工程了后，规条路是坎坎曲曲，非常歹行。就惊路顶的坑造成交通危险，附近居民拢纷纷向里长来反映，希望路面会当赶紧恢复，避免造成用路人跌倒受伤的意外。万寿路这一条呢，也是主要道路啊。然后最近呢，自来水跟那个瓦斯管都有挖过了。然后就是地方呢有一些反应，而且呢店家很多，希望呢赶快呢把它抛除掉，不然车的震动啊，还有一些那个连长的过路也不比较不好过。接到民众的反映，镇长是特别前往现场视察，并且要求当地马上反映相关单位，请因赶紧来恢复完整。那板桥路啊，那个自来水吼，已经啊老化，已经20多年、30年啊，所以自来水公司吼嘛特别吼来搞咱板桥路吼啊，做这来替换管线。啊，因这雾中间哦，自然这样咱所有一挂住房吼出入也较无方便，啊，所以咱公所吼。啊，加在代表吼，特别吼，啊，受到民众的反映，啊，特别紧来啊了解，啊，但是看现场的即卖状况啊，已经时序差不多，啊，咱公所吼嘛有特别吼，加自来水啊做一个要求，看会当尽速吼，啊，针对吼这管路的部分吼，全路封吼，会当紧个封掉，那能够缓解吼，啊，咱在住吼，以及行人一个安全。李长表示，这路口不但影响到行车安全，嘛影响到真侪店家生意，希望相关单位要赶紧来改善。新竹华新闻，蔡亮千六港采访报道。